百块，你买1500，有人要1500的吗？1500，野生鹿乳子1500，拢有吗？都有了吗？谢谢。一有750，来姐姐要，来你要不要几啊？750，过来人要750只阿伯哦，要几阿伯？我见啊，未死咸咩生啊？我都加期待，刚过人要750，750哦，750人要来无？好来说。好一次哦，卖好白买，嘛卖看计小税了买，好不好？我咧甲你讲，好一次足深的啊，足深的，吼，足深的。来，阿伯今来，咱来食饭，咱几个咱要食啥物？咱啊食一个，食一个这好不好？加油，对啊，好，这好不好？来，白酒较实在啊。你那边这三个汤给，伊这是挪威咸鱼啊，这都是用真的就好食，是迄个骨。这挪威啊，拢未死咸的，而且拢未求水的哦。一地人百八两地三六，唔免三六，唔免三六，我要食三八，怎么食三八？三八。有人要食挪威咸鱼无？三八，这两块送你，这两块请你，三八好，有人要真的无？三八。我跟你讲啊，只要会死咸，只要会求水，我钱摕你，你敢买三八了？我这两块请你啦。这两块五你啊，挪威啦，全部三个价钱了，五百你买无啊？三百上面签嘞，三百。有人要吃挪威青鱼无？三百块，拢有啊吗？来啦，我搁加一袋啊，一袋够，呀，一袋够来，三个了啊。三百。一袋够来。够钱钱。够来啦，欢喜了啦，一袋够来啦。三百啊。够人要吃挪威青鱼了无？三百。两块啊。三百块啦。两块 ，OK。最后一个三百，现在真正值钱。来啊，平啊。三百了啊。啊，一只挪，一只挪威卖你三四十块尔啊！沙巴都有买来无？沙巴来啊！够人要签的无？沙巴都有买来，剩只尔拢无啊？还有要吗？沙巴？300啊！都有来啊，都有了吗？够人要买一半的无？100的无？吃不了要100啊？150的无？有人要买一半的无？小家庭的100嘛会当买？100哦！一块五哩，一块五哩，一块五啦！100够人要签的无？100。100个人要接你吗？100个150人有了吗？再来一个来100个快上面快点没了准确啊我会不求水的不死咸的啦不给你骗的啦100个不抢的100个够要来了100个人有了谢谢好来什么在哪边抢啊在哪辣辣的你若看要要食啥，我安讲啊，你若要食鱼翅鸡无？来，你帮我你甲迄个鳕鱼给我好无？鳕鱼，鳕鱼可以甲大块，莫弄生活起。你若要食鳝鱼的无？大块鳝鱼有人要食的无？我是爱卖鳝鱼哦。这啊，高岭南的鳕鱼哦。我的鳝鱼你若找到，求水拢退钱啊！求水退钱啊！哈，来啦，我安讲啊，要食鳝鱼的啊，一斤菜只300几块就是这啊。这样吹啊，吹一块豆沙3块，两块吹七八片啊，6块片啊，我来讲啊，两个价钱啊，这地过来无啊，这大地这大地啊，这地过来，两个价钱500来咯。500啊！有人要吃蒜泥大地无？过年啊来500块。边啊一个啊？等下啦，等下啦，我来讲啊，大地都这水啊，来啊，这地过来啦，这地过来500。500。最后搁一个500，上面一个鳕鱼。过年啊来蒜泥，搁有人要吃无？500。500拢有啊吗？来这边。好，谢谢，有签吗？你要一签吗？你要保利龙，你搞谁？来，那个皮卡弄下去了，你要保利龙。不要。哈？无啦。要算你钱。一箱茶子，一箱1600来。一箱1600，来保利龙，我给几包去？啊，没有。等一下哦，你要收细卡，你要大卡，大卡等一下，大卡拢伫遐啦。哦，我即摆无收啊，互你。一箱收到。过来要算你个无？500。500。拢有啊吗？来到鳕鱼的，来这边。帅哥，大声我哩！那刚刚是看国语鳕鱼的，鳕鱼什么样子？切谁啊？边啊？来啊！我来讲啊！我今日蛤蟆炸无济，你那边还叫来新价钱的人给20块了，20块。20块上面只蛤蟆给来。20块了，20块。蛤蟆哦，20。来，这边来。20块了。来，你们吃草鞋哦，要吃草鞋哦。6啊，鱼的吧？啥？我来画图。4啊，20块啊，4啊。黄鱼用多少？
阿老，萝卜糕，老妹萝卜糕，这二十块几嘞？我三个啊，我咧十个尔哦。三个啊，你啊叫我咧较济个人来，无紧哦，叫我咧啦，较济起后边，互因食较济啦。你啊叫我一盘，卡咧咧，你啊偌济个人，互因食较济，无紧啊。啊，你无爱搞收起，咱就收啊收起。上面食萝卜糕。哪边啊？哦，四个啊，好，四个。萝卜糕上面吃，这一包百五，两包三包。我阿姐，我来讲，你甲我买三包，我这包阁送你三包，我这包阁请你。这四十块菜头粿港式的三包，你买着只好吃，你客人。我这包阁你，我来讲新加钱的人，这包阁你。最后一箱了。你客人豆豆只三百块了，三包。过来要吃菜头粿的无？三包。拢无啊，我卖两箱啊。过来要吃菜头粿的无？拢有啊。要两包，两包，要到四包。要到四包，多少钱啊？四百。哎、欸，你讲人唔买袂，你要试食看卖。我菜头粿全只尔，两百咯。两百。一百块哩。两百。你看会好食一届。买两份。阿姐，你买袂过无？好食无？我的菜头粿绝对无你浪费的。恁姐也无搞买，人家你搞买两包，好吃你有听到无？一百咯，试食看卖。试食看卖，我滴。一百块哩啊。一百来。真看卖，真着你又搁钱又搁来啊？一百块买来无？两包干。一百块买来无？一百。再买一块嘛，真好食，港式的啦。这个好卖啊！这道吃着真好吃啊！有诶哦。好，菜头粿今仔两箱五十八无。哎，真正了。啊？念多？念多我爱卖啊！你要食龙虾无？啊，人啥物代志？箱子？你要纸箱啊？啥物箱？纸箱来，给一包。哎，这包嘛真好，我卖无。这个嘛，真好，好不好？有啊，我有去啊。点到上面去来了，已经结账了，我都去了。来，去三台去。来掏钱啊！点到要写一千就好了。一千啊！今天要花一千啊！大片的哦。炸这个。一千哦。炸这个 XL 的来啊！无饲的啦，大地的啦 ，XL 的啦。蔡姐，你问我一个欠偌济啊？爱姐嘛，你开三千，开两千，一千啊！来，一千啊！用我白，一千块上面去啊！放心的来，一千啊！结果给钱打下去了，我来讲嘛。来啊，姐！你今日加起一千个，比较好吃，好爽啊！一千啊！来，姐咯！黏土啊，大地啊，多饲的啦，才够你啊，一千啊！一千有咩食黏土的无啦？才第够你啊！一千个在蒸蒸，我来讲。几只沙白鸡，食一只黏土，你要蒸、要吹、要煮汤，尽家你煮，好不好？我一个够你，一千块上面吃一千。来，一千啊！四个了啊，新加钱的人家拢无，这一个啦。一千块，给钱，真的没有了。一千块上面去了。一千啊！我来不及念，一千。来一千啊！你给袂过，你边个打打折？我讲真心的，好不好？一千有人要来无？来一千。有人要吃念多的无？一千啊！我去提过你，去提过啦，去提过你，全部三个人给了啊！去提过你，去提过你，去提过你，唔免阁考虑啊！一千来咯，一千块。行啊！有人要吃念多的无？一千。来一千啊！一个。数目一对，有人要来无？我记得哦，对啊，我记得我手啊。你是对袂了，我来讲，差的路无饲的，一千搁一个。哎，一千啊！一千啊！搁一个，大啊，你袂动。对啊，无饲的，一个啦。这人有饲的，我唔是安尼买。无饲的，你今日真真的啦，一千搁一个啦。哎，一千啊！你望，多高价？你想要？你无甲我买，人家试食。你有囡仔，你一定爱买。你有爸爸妈妈有货的，人家一定爱买。五百了，五百，有人要买五百的无？小家庭的无？五百块，来五百。谢谢，这地方，这地方，哎，你买五百，我嘛照一千的计价嘛是上好哩，无甲你算较贵嘞。我一个五百，啥物也无啊。黏度大，我这块黏度袂臭臊，足甜的，恁食好嘛，真心的啦。大哥，袂让你浪费啊。浪费就该我啊。我无啊。黏度无啊。哎，拢无啊。哎，拢无。哎呀，无啊！是吧？西仔头，西仔头白菜捞起来啦！三百只够我，买边啊！够我要只卖千，够我要只卖八百，爱食够我的人个千几只，你要几包？二啊，两包，两包。哎，几多？两包一个。两包了，够我两包。够要只够我的无？你要啥？我记三千，我四叠三千，也行啊。要来跟我讲。三千块，四叠，人以人以上啊！男士啊，整一叠，我替你一万，两百个要来无？两百啊！我唔是你乌白花呀！来，要不要两百？来，掏钱啊！来啊，三个吃，哦，吃，讲完啦，一百就好啦。一百啊！讲完差不多起来啦。哎，最后两个一百。讲完啦，一百块尔啦。多谢啦。有啊，五十了，八包哩。不要死，我讲咩咩条尾吗？来啦。
啊，无十块。收起来，你若十块，我了无你了，咱讲真正哦。阿姊，感谢所有在座今仔的支持，今仔这包白菜了，我要让恁大家欢喜。即下只有五粒的狮子头，吼、哦！你当下甲用我烧了板豆菜，板豆菜一鼎上海无爱六百块，用我烧六百块，吼、哦！一鼎外头还两斤，我来讲，唔免让你加六百，五啊五好不好？四啊五敢无？拢总唔免，全部一瓶五个食这包白菜了，板豆菜先加钱的。300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来啊！来，大来一个啊！三百你卖买啊！你注意听啊！这包是上贵的，这包是上贵的，这包是人讲古早味的鱿鱼的肉串，一鼎煮到少600-700块，这鼎吃了你的苦死啊！你的耳朵跟你的胆子，这鼎我无卖。一鼎够你，一瓶两个价钱咯，300咯，300块都几多只？300块都只300收钱啊！大了些，大了些，300收钱啊！300块算不算钱？300啊！三个啊！一包啊！300块啊！你金妹啊，这不你在那卖300啊？300够要吃无？300。300啊！等一下统一走了，四个啊！300。你几个？阿姊，我跟你讲，恁这两个全部听我讲话，你也都有听到一个人家来给我买两文钱无？工作好食，你有听到？伊拢行你啊，你有听到啊？我来讲，我这300一定牺牲给你啊！只要你今仔再搞买300，一包我做公关，请你食人工好食来搞买一包。来，我一包要送给你，一包免钱的。好一个哦。一包免钱的，搁给我包来，一包够你6包、7包、8包哩，9包哩。放心的来啊！我来讲，你免搁考虑啊，我发你买无只，300啊，一个，三个啊，人家都很爽啊，300。